这也能挖到钻石啊？赶紧跟小月炫耀一下。喂，阿阳啊，什么事儿啊？小月，咱家有钱了。啊？你在说什么呀？嗯，哎呀，敢偷袭我！太恐怖了，快跑啊，兄弟们！阿阳，你刚刚说什么？没什么，没什么，你慢慢升级，我就先挂了。哎呀，看样子小月选的是修罗模式啊！哎，不行，我得挖快点，要不然真得干一个月的活了。2000 years later。哎，终于三十级了，不挖了不挖了，再挖就要挖穿世界了。一个月的家务，小月做定了。Surprise， 小月你就认命吧！烫烫烫烫烫！哎呀，阿阳，最近怎么越来越喜欢泡岩浆里了呀？要不要我回头给你准备个岩浆浴呀？可恶，还想出出风头，还好这套护甲挺耐揍的。算了，先把装备附魔一下。这水下呼吸三、保护四、水下速决、耐久，这真的是随机附魔吗？我怎么感觉我在用寿命玩游戏啊？你在嚷嚷些什么呀？来，给你看看我刚刚附魔的这个头盔。有那么厉害吗？这不是我昨天掉沟里的那个头盔吗？谢谢你呀，杨太郎，我找了好久都没找到呢。哎呀，你别闹，赶紧还给我。哎，不给就不给，你能拿我怎么办喂？小月，你再这样我可真就生气了。开个小玩笑嘛，那还给你。乖，以后给你个更好用的。现在我们要为我们今后的战斗做准备，总不能让你在前面冲锋陷阵吧？嗯。哎呀，经验又不够了，真是经验到用处方恨少了。我这里有40多级，可惜只够我自己用的了，不然就全部给你用了。什么？40级？不用了，我还是自己去下矿升级吧。哎呀，不过小月这丫头好像把赌约给忘了，赶紧跑，趁她还没有反应过来。终于又错过30级了，都忙到天亮了，这不给我一堆超级厉害的附魔，都对不起我这么久的努力。来吧，让我看看，深海探索者，火焰保护，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冰火两仪鞋？深海探索者可以让我们在水里面如入无人之地，火焰保护可以让我们几乎免疫火焰伤害。拥有了这双神鞋，岂不是上天入地无所不能？好，我现在宣布，我阿阳从屠龙勇士正式更新为屠龙勇士2.0。哼，一双破鞋，瞧把你能的。嘿嘿，我现在就去水里给大家演示一下。哇，这个速度比在岸上还快。